好，以上说完了，另发广大道心，再来说教慈圆满圣号。这一句教慈圆满圣号，在赞观音文当中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句。就是靠着这一句圣号，我们才能够跟观世音菩萨感应道交。为什么一定要另发广大道心了以后？ 才能够教持圆满圣号呢？因为你决定要有与观世音菩萨一样的大愿，与观世音菩萨一样的慈悲心，以后跟观世音菩萨相契合，你再来念这一句万德洪名，那就能够得到这一句万德洪名的全体功德。也许会有人想问。 观世音菩萨的全体功德在哪里呢？就在“观世音菩萨”这五个字当中，就在大悲咒的四百一十五个字当中。老和尚告诉我们：虽然名号与神咒一个是显，一个是密，但是同样都是具足观世音菩萨的一切功德。 所谓咒则总持意，那名号呢？名以照德，德不可思议，故名号亦不可思议。所以名号与神咒同样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微妙本心。观世音菩萨他教持，就是希望我们支持，教我们支持，他希望。 我们能够持诵他的名号。既然名号与神咒都是菩萨的微妙本心，那大家就是听老和尚的话，好好的称念持诵。你能够专一的在这一门上深入，深入到了透彻。虽然你就是念一句观世音菩萨，但是。 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，你就能由此一门而普摄无量门。大家在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刚开始好像很有信心，可是念久了就觉得没什么意思，就想要开始持其他的咒、修其他的宗、念其他的经。你真是不是宝啊！ 大家知道吗？佛陀告诉我们，观世音菩萨的名号难可值遇。若有得是微妙本心，即入无量百千三昧，或解脱门，见涅盘地。在《大乘庄严宝王经》上，除盖藏菩萨请求佛陀为他宣说观世音菩萨的微妙本心。除盖藏菩萨说。 世尊，我为了得到这个微妙本心，如果缺乏纸笔的话，我愿意把我身上的骨头折断来当作笔，赐我身上的血来当作墨汁，把皮剥下来当作纸。我这样做没有一点后悔。佛陀看他求得那么的至诚。 于是便为除盖藏菩萨宣说自己求得这个法的经过。佛陀说：“我念过去世时，为了求得观世音菩萨的微妙本心，遍历了不可说为尘数世界，倾尽了不可说不可说百千俱之挪游托的诸佛如来，可是还是没有得到这个法。” 后来遇到一尊宝上佛，我涕泪悲泣的向宝上佛诉说，于是宝上佛安慰我：“你赶快到莲花上佛的国土去，莲花上佛知道观世音菩萨的微妙本心。”后来终于在莲花上佛那里得到这个法。然而莲花上佛是怎么得到这个法的呢？ 他也是骗有了无量世界，到最后才找到极乐世界。莲花上佛向阿弥陀佛说：“唯愿世尊救我愚钝，如不具足者，令得具足；我心可仰是法，愿见是道，令得住于究竟之道。”于是阿弥陀佛便对观世音菩萨说。 莲花上佛为了求得微妙本心，经历了不可说世界。你应该为他宣说，然后观世音菩萨才为莲花上佛宣说微妙本心。佛陀告诉除盖藏菩萨，这个微妙本心，诸佛尚且难以了知，更何况菩萨？刚才说过了，一句观世音菩萨。 一遍大悲神咒，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微妙本心。我们今天在称念这一句观世音菩萨的时候，应该要怀着多么稀有、多么感恩的心情。如果不是观世音菩萨对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特别的爱护，那我们今天是不可能听闻得到的。 是可遇而不可求啊！那既然已经明白了这句观音圣号就是微妙本心，那要如何契入呢？由于时间的关系，后面的部分我们就留待明天再说。